大象快早餐。不用，好，谢谢。哦耶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快换手机了。不要，你真的给我 iPhone？ 你先拿拿看，习惯吗？你这个壳我不喜欢，好痛。那这个好吗？可以用我的吗？这种鞋子大小一样吗？一样啊，那你可以用用看。怎样？哪一个？哦，叫绿色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双也不会，没有那么大，没有那么大。哦，怎么臭？是全省最美。尺寸可以，尺寸可以，但是那那双我穿一下。但是你不觉得？这双也有黑色。黑色有蓝色吗？哎、欸欸，这算黑还是算蓝？黑的啦，这是黑的。这黑的啊。我一直觉得它是蓝。干嘛啊？这黑的、啊，你旁边那个，你的现在还是蓝的。是可以。穿是蛮好穿的，这两个底都很好，很好穿，对。你说这个没有尺寸？我看习惯就好，不会啊。鞋盒还要吗？不用，不用。鞋盒要吗？不用吧。那你就先放旁边的。好，直接换鞋。对。对，他好像跑比较粗的，跑到这个没有跑出来嘛，这个离很远，他离很远，可是他那个可是现在的材质好特别。啊，不行，九号。不好意思，九号。嗯，这个尺寸小一点点。
可以，可以。可以。好好。你觉得还是太少？不是，我在想颜色。好浅。好了，还是这个好了，就这个九号。啊。穿啊，可是它前面有那个，而且那个可以松一点。哇，好多人排队。不要了，跑进来烤肉啊！就是这个生意最好，那我们来边吃吧。就是原本在这边瞧见，那你看味道一样吗？然后它就是在这边啊，就有一次你们本来要买那个，深一点，让它掉。本来说那个脚要买跑出来的，后来说太贵啊，我们就买一般的。爸爸要不要坐？不用，我站着就好。他们都请他们过来吃。好，可以要一颗拿去。有我的東西嘛，齁。欸，你剛不是半天而已？好，好，好，謝謝齁。1:34，我們計滑板來趕。今天大概5:00就要走，晚上要吃飯。快乐，现在是2:30，到办公室一阵子。那早上去吃早餐，然后买了2双鞋。哦，很久很久没有买鞋，我鞋其实都快烂掉，算是简朴的代表。我鞋通常穿到快烂，直接买一双我就直接换。那今天第一家是 Echo 的，Echo 那双鞋，那鞋其实，我是觉得有点小贵。但是我老婆一直说那个东西那个牌子好穿，好吧，那就买。反正我鞋很久很久才买一次鞋，我就买。买了之后就问他顺便要不要一起买，他看上一双黑色的，我觉得也蛮好看，好吧，那就一起买。但是事实上我本来是想要买球鞋，所以后来又继续走，看到 Nike， 就觉得那双鞋一看就觉得对我的味道，那个鞋型啊，我拿来给你看，我的鞋子。鞋型我蛮喜欢的，是这样子，
这里这样翘起，而且它的这个布料是有弹性，薄的，我是薄的有弹性，这是算蛮新的材质，然后也很透气，这个脚进去都看得到脚这个脚背，它里面是荧光色，觉得蛮喜欢的，我就也买了，刚好可以把我那双上那双应该是哪个牌子？哦，艾迪达，我上一双是艾迪达的，那因为穿很久了，大概有两三年没换，刚好趁着机会换掉。那刚刚就直接在本来第一家在 Echo 那一家呢，我买的，然后我是直接要把旧鞋给他，然后穿新鞋。但是我要走的时候，发现那个鞋子上面有一点点鞋舌的地方有点瑕疵，会磨到我的脚背。那店员是说，不然他再寄给我，所以把本来要在他那家店丢掉的鞋又捡回来继续穿。后来到 Nike 买了这双鞋，买了这双鞋之后，我就直接把那双刚刚本来想丢的鞋直接就丢了，不想再带回家。因为如果当场没丢掉，我再带回家，我一定会留着想说啊，不然下雨天再来穿，这样家里的鞋会越来越多。所以我决定在当机立断就把那双鞋丢掉，这样我就不会有悬念说我那双鞋还要再捡回来穿。对，所以现在我还是维持两双鞋，但这两双都是新鞋。那到办公室来了，其实今天到办公室我的想法是想要做两件事，一个是有一张滑板今天有寄来，我要把它改掉，那另外是这组耳机，我代理商前几天拿来给我试用，我觉得我也蛮好奇的，它的这个质感蛮棒的，所以来试试看。那另外我刚刚临时加嘛，就刚刚影片看到这个，录影中互动，因为在前天我去跑步的时候摆在那边，结果那个警卫就跑去看，然后看就算了，他拿起来这样子，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加个警语吧，我打算把这个吊牌吊在录影的时候就把它吊着，这样吊着，那如果要动的人可能就会看到录影中互动，对，当然他如果要干着我也没办法，可是至少我觉得这样子挂着，可能人家会稍微注意一下，他在录影，好吧，就来研究一下这只耳机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本来以为它语音控制里面开关机唤醒，它原来可以单独，哦，语音唤醒这边可以切掉。那另外我说的困扰呢，我发现可以用改变语气去解决，因为我一般会讲关机开机，所以它会听到。那我现在如果改成英文的 GoPro turn off， 把它听英文。那我如果讲 GoPro 开机，因为我现在是弄成英文模式，所以它听不懂。GoPro turn on， 好，这样子就不会有不小心去把它唤醒的问题。欸，我什么时候弄到 4K 啊？ 1080 60，我1080 60就会有降，有那个稳定效果，那我现在曝光补偿我弄成一，好，就这样。GoPro turn off， 4:07，我刚刚把滑板改好，然后下茶拿铁，这个好像是王师傅的样子，哦，家里还一颗，然后投影机。我现在这个投影机真的很方便，我随时可以换位置，例如说我现在坐在电脑这边，我就
就可以这样子看得到电视，我现在在看新闻。那我想要换位置也可以。好，这样很方便，我看到看这边或者看那边都可以。好，开始吃。今天预计5点钟就要离开，晚上有家庭的聚餐。那这个耳机看来我应该没时间玩，那就只好等这个周末。开动。配荧光不错。5:19，好，回去了。今晚要吃糖都，变凉了。好，我们要去吃晚餐了。阿公说这个太少了，没事的，没有，多一点，没有，慢慢来，他们行动要做，切肠宝，下次再切肠宝，切肠宝，那他们去家乐福。青菜，今天有什么青菜？好，默默，对，快被你们拿光了。那够了。好，中秋节快乐。这是有没有中秋节快乐？中秋节快乐。拜拜。你他骑车吗？还是没有啊？他走路啊。走路。8:06，吃饱喝足。中秋节快乐。